郭麒麟，接下来达人是哪一位了？下一个呢，就是咱们人数最多的这个小团体，发热体团队。好极了，来，我们掌声有请。大家好，我叫鲁杰，今年28岁，以前是一个运动员，后来做过三大教练，现在呢是一个电影的动作设计，这是我的朋友。大家好，我叫张超，来自山东，今年24岁，之前是运动员，现在是一个动作演员。我们团队叫发热体，可能知道的人不多，但是我们参演的过电影你们应该都看过，我们演过十月围城、精武风云、武侠、大闹天宫、饭局也疯狂，很多很多的，很多很多的节目。因为我们以前是拍电影的，动作和舞台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们这次可能会编排一个小节目，希望能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动作吧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然后呢，让我朋友说，见证奇迹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。我没那么高水平，见证他就行了，我就是上去那个，希望能试试啊！我是一个很谦虚的，很谦虚的来参加这个节目。你接着狂，太不敢了，主要是郭老师在。施工，今天我们来到现场，打算把这个动作现场编排、电影幕后编排的一些东西展现给大家看一下。那么，这位来，你来学那个郭老师吧，你来学那个娜老师。今天咱们把这个节目排完以后，交给郭老师和娜老师就可以了。好，好，来准备啊！好，准备，开机，开始！哇！好，来，就要这种感觉。呀！好嘞。行，现在这个郭老师围着娜老师转，哎，要寻找战斗的机会，准备走。好嘞，好，走快点儿。嘿，这么走的，紧张，都紧张，再来，准备。好，再来一遍啊。好，郭老师围着娜老师转，哎，你看那么转不就对了吗？好嘞，走，气氛，好嘞，行。你都不会动动？你看这个，咱台词啊，来准备。好，这个，哎，拍下台词，来准备啊。你们自己编吧。编能打起来就行，准备好开始吧，自己编。哎呀，您在学黄师傅吧？您在学叶师傅？放马过来吧！呀呀！那也不能这么打呀，那么打。